有一位国内的朋友留言说，他的孩子在旧金山大学读书，他呢由于疫情也没有办法到美国这边来看孩子，希望我能拍一些旧金山大学的这个视频啊。这一晃将近一个月了，我也还没顾得上去啊，今天就到那看看吧哈。其实，因为已经从学校毕业好多年了，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前的那种校园情节了哈。我记得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，还想着啊，不管去哪一个城市，都想着去当地的大学看一看。现在呢，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啊。不过，既然这位朋友留言了，我想就去看看吧哈，录一下那边的景象啊。也是，但这是两个哥们儿啊，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吧。从这个地方走着去旧金山大学，大约需要1个小时。然后骑自行车呢，大约需要20多分钟吧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派出所啊，叫米陈街派出所，或者说叫 Mission 区的派出所吧。外边都是用的这些铁马啊，把它给隔开了。旧金山大学是，据说好像是一个教会的大学吧，是天主教的一个大学吧。它那个大学校园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教堂，然后这些老生的毕业呀什么的啊，这是游览车，人力游览车。老生的毕业呀，或者这个坐在车上了，老生的毕业呀，或者欢迎新生啊什么的。这是自行车的计数器230，哎，没换的，没加一呀、啊。我可能骑得慢啊，但没有什么反应。这个妹妹不冷吗？穿这么少，这天容易感冒啊，穿这么少。这边人们开始在这聚会了哈、啊，开始。那个天主教的教堂，我曾经去过一个，到那看一下啊。就是有一天晚上，路过一个教堂啊，它那种像塔楼一样的尖尖的那样的一个建筑，就想着到里边去，其实是好奇啊，然后到里边去看着教堂非常大，然后里边有好多，人不多，人不多啊。好多椅子啊，但是人很少，特别空旷啊，感觉特别肃穆的一个教堂。然后在最前边，远远的就看着有一个是叫神父吗？拿着一个棍儿啊，就像一个拖布把一样的，叫权杖吧，叫什么呀？就完了还下来走一圈，反正觉得挺有意思吧。完了还有，后来大家都走了，看到有一个黑人就趴在那儿，在那儿是祈祷呢，还是趴那睡觉呢？就忘了啊，我就到那转一圈就走了。我对这方面反正也不太懂吧，主要到校园去转一圈吧。现在有些中学、小学都开学了吧，大学好像也就一直在进行着啊，因为都是成年学生了嘛，他们的自我约束应该也还不错，知道防范病毒啊什么的，所以大学好像一直在运营吧，是这样吧，我没怎么关心啊。现在就是用手机这样导航啊。其实本来这个哥们儿他这个右边裤管他开了哈、啊，用一个胶带这样粘着呢，就那种反光胶带这样粘着。这个自行车是那种宽轮胎的啊，是那种充电式的吧？如果不充电的话，那会非常累骑着。我这个导航好像没弄太明白，这个用自行车的时候，找自行车路线的时候，他说还有什么在 LIME 中解锁 LIME，LIME 是
简版吗？啊，我这个是三星 Note 10手机的简版吗？我不太知道，这个手机的型号也太多了。据说苹果要出苹果13了吗？啊，再过一些年是不是要出苹果10000呀？这样的不断的这是掏空人们的钱包啊，就是13、14、15、16啊，这个刀也是磨得锋利啊，磨得血快。怎么说了啊？血量、锃亮啊、锋利啊，这样的去把人们这个钱包这个掏出来啊。是，我也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其实好多，我反倒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好像没什么钱的人，好像更喜欢用苹果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像以前，以前在国内的时候，就是。啊，这个导航提示我向左转啊。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看有那个他们分享的帖子啊，说要卖肾啊，为了卖肾去换一个苹果手机啊。但是他肯定后悔啊，因为苹果手机在不断的升级，他那个肾换了之后就没有了，卖了之后就没有了。啊，这边有点晒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导航提示向左转啊。那我就向左转吧。其实我导的是这个走路的这个路线啊，不是骑自行车的路线啊。因为骑自行车的路线呢，你在导的时候呢，它需要你在什么？又是两个哥们儿，啊，旧金山这样玩啊。同性跟同性的玩了啊。现在这个世界变化的也真快啊。用自行车路线导航的时候，它提示在 LIME 中解锁，然后我一点这个在 LIME 中解锁那个按钮，它自动连到什么百度搜索了，不知道怎么搞的。现在在这边用手机用 Google 搜索的时候，哎，用 Google 一搜，然后一点开进入百度的页面了，这挺奇怪。把它绑架了吗？是怎么着？很奇怪啊，这就搞不通了啊。当然苹果手机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需要杀毒，对吧？它这个系统很安全，不像安卓系统似的比较开放，容易有病毒进来。所以我这手机可能是有病毒了啊，因为它就是在 LIME 中解锁啊，然后点开之后呢，哦，这个中间吊着个气球，一个粉色的气球在上边，不知道怎么挂上去的。这边是个大山坡，哦，这个旧金山，这个上坡是非常折磨人的，没办法，所以以后我想，哎，看吧，以后找一个不需要爬坡的这个城市，北京就挺好。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骑自行车，就是一马平川，对吧？不涉及上坡下坡什么的，就是平原啊。这个我比较喜欢，对吧？没有什么兜兜转转，所以可能人的性格跟成长环境有一点点关系吧，没有必然关系，可能有一点点关系。这哥们拿着个大箱子做什么的？是送信的吗？那么大，或者去洗衣服去了？啊，哦，哎。有一个开门的，还有点击说在 LIME 中解锁之后呢，就点不开，就进到一个百度网页了，需要搜索。后来我想啊，算了吧，就导的那种步行啊，走着去的这个路线吧。它显示是需要57分钟啊。这哥们儿也在那玩灯呢。有点气喘吁吁啊！这个是宝马啊，这种车还第一次见到，这种设计的，这种黑白分明啊，小宝马啊。这两天感觉左胸里边有点闷，而且有点刺刺的痛，可能是这段时间睡得有点太晚吧。然后今天早晨
看到这个尿液表面又有泡沫了，不是特别多，但是也不少，所以要加小心。可能是昨天累着了，这个是邮局的，这个邮递员这个箱，中转箱，邮件中转箱啊，它坏掉了。一累了可能就会有泡沫吗？或者喝水喝少了，会有泡沫吗？这个不太知道，还直接走吧。哎呀，终于上这个大坡了。然后这边路灯还在亮着啊，那种画面中间的这个橘黄色的路灯还在亮着。然后这边是可以过了，那个女人，一个亚洲女人露着一个肚脐眼儿，我觉得不太好啊，真的。这个旧金山这个天气这么凉啊，这样的风吹啊，风吹肚脐见牛羊，不对不对，这个风一吹的话，那可能它会造成，这叫宫寒对吧？啊，我这多专业啊！那么以后可能会长一些这个肌瘤、那个肌瘤什么的。不过肌瘤一般都是良性的啊。我这个知识现在越来越丰富了，但是它会痛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恶化啊。所以总之觉得还是，尽量不要让这个腹部着凉吧，对吧？我现在觉得中国一些传统的一些，养生的一些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，有一定道理啊，不绝对，但是有一定道理啊。哎，这怎么走？这边，这边你看，这边就路口是乱的啊，它这个方向，这边这有一个黑人流浪汉在这睡觉呢，大白天的睡觉还不起床，应该怎么走啊？我想想，那没让我拐弯啊。这个导航不说话了，现在刚才一说话吓我一跳，他这个声音很大，音量也调得有点大，音量是这么走吗？哎，你看这个就是那个轻轨啊，前面那是轻轨，轻轨就是我坐过，有一次我是坐这个轻轨的时候，就是看到里边有一个华人女士，50多岁吧，他用那个手去抠嘴啊，啊，好像是塞牙了吧，我就感觉挺感怀啊，觉得这也是真不容易啊。啊，轻轨这样的慢慢走着，它是双节的啊，但是市场街那个小火车是停了，那种火车哈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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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的，这个轻轨是完全是现代化的这种设计啊，啊，这种的，这种没有那个小火车好看啊，也行，也行。有轨电车啊，应该这又是俩哥们儿啊。你看旧金山，现在这个啊，都是帅哥跟帅哥玩了，帅哥跟帅哥玩了，现在。而且往往是这个帅哥跟帅哥玩的都是特别帅的那种的啊，就像以前我们在北京项目办那边上班的时候，我们的同事有一个女生啊，老家是湖北那边的啊，武汉那边的吧，然后她有一次上班了，她坐地铁嘛，然后她就说，哎呀，我在地铁上看着两个大帅哥，那个手拉手这样的啊，说一回回俩啊，他说一回回俩啊，就是两个啊，浪费了。他是那个女孩是单身嘛啊，这边是直接走吗？旧金山这边就是，街道比较局促啊，比较窄，然后有上坡下坡。我看看导航对吧？啊，前面要往左转，前边。啊，慢慢走吧，一点点走吧。一开始我到那侧走好了，那侧能够减少一点紫外线吧。前面又是俩男的，一个黑人，一个黑人哥们儿，一个拉丁裔的哥们儿吧。啊。
这旧金山待时间长了，这人都变了，一些取向都变了，啊，对吧？你看，这边有好多骑自行车的。对吧？啊，好不容易看着一男一女啊，正常一点的。这边是向右转啊。就我这导的是走路的这个路程啊。其实以前我也查过路线啊，但是离 DMV 啊不远啊，也是Department of Motor 啊，这个 V 是 Vehicles 啊 ，Department of Motors and Vehicles 吧啊。汽车和车辆的这个部门管理部啊，车管所啊，所以这条路我还是有点熟悉啊，就是看报纸，它是放在这个袋里了啊，这地上都是花瓣啊，落花，这块我来过，从这路过过，记得去 DMV 去申请加州身份证的时候从这路过过，看这个树根。盘成一团啊，这样的，这边环境还是不错，有一些比较大的树，不是太大，但是也不小，也有一定年头了，推着走一会儿吧，这边。原则上在路边这样的区域是不能骑自行车的，这儿慢慢走，前边是有草坪。